大家好，我是苍阿能。我咧找一个人，一个平常时咧插把手，阁会当写歌的人。我咧找一个态度，一个用音乐关心文化甲土地的态度。行，咱找啊找，找阿基去。全部拢包起来，我用头壳操落来，好佳哉，功夫犹原在，像你点菜袂输咧，老师会卡小三，小妹咧休息，恁爸会太极拳 ，OK 跳跳。感谢台南市长候选人许宗信支持这个影片的拍摄。你若有想要制作相关台南的影片，麦当来找唐阿能。高中的时候，对，我国中在跳舞，然后就很喜欢这种节奏。然后买了，就是去唱片，我买了第一张热狗的专辑，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是热狗。对对对，因为那时候专辑很便宜，39块而已。再给他零零，因为两首歌而已啊。再给他零零，西藏赵景空，赵景空。对对对对，那他刚大还在念大学的时候，就一张红色的魔岩妈发的第一张 EP， 对，就买了那一张，对，就玩到现在。因为那时候其实都没有那么爆炸，我们买 CD 都还是要去唱片。对，然后看到喜欢的 CD， 因为学生嘛。看到喜欢的 CD， 打开看一下它的标价，哇，400多块，先藏在最里，先藏在它的最角落，怕被人家买走，回去存钱。我那时候在学跳舞，然后学跳舞，你总不能叫，因为我本名叫林太佑，叫阿泰阿佑，这个有点落掉，就一定要叫一个很冲的绰号。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，你长得很像肯德基正品鸡肉卷的那个角色，他说我长得很像里面那个师傅那个小和尚，然后我就变成叫鸡肉卷，鸡肉卷，所以国中叫鸡肉卷，之后就简称阿基，对，那英文的简称呢 ？G L J 就鸡肉卷了，鸡肉卷，原来是这样子 ，G L J， 对。很穿，这个很穿，很穿，这个很穿，在国中的时候很穿，对，没有人有了，现在还是很穿，现在还是很穿，对。我非常期待为什么去蔡英文总统的那个开票之夜唱白色恐怖，就是因为我知道新潮流越来越不台湾独立了，所以我就是想要在那边主张自己。我看到台下怀那么大气，我差点流眼泪。下台的时候有一个市议员，他是刚好是那一天的主持人，他跟我说干得好，这句话我就觉得我可以记到现在，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，因为大家都很帅，嘻哈不是大家下来哇你好帅，干得很帅，可他跟我说干得好，这句话真的是来会哭一大大细细一讲，国民党。地南两位自由无说生命，我那是我伫迄个时代参加美丽的拼输赢，无人知影迄时的政治谋杀。咱们新的命案还未破案，台湾是台湾，但是台湾是台湾人会用生命牺牲保护。你那是想要做，一先来出卖台湾，给中国。我甲你讲，甲你娘白是恐怖。你敢放袂记啊？哥擦天把天下将，经过几日战斗，目屎目干，无可能原谅。当初你甲我的尊严等伫涂骹，我的伤，我的恨，我的伤，因我台湾的痛。是还没有卖，可是因为它是手工包，有时候都要卖到一个段落，然后再去包，这样去包。对，那个真空面是用绷带包的。对，然后有用真空机把它真空起来。对，它是有意思的，对，只是有点压给，不会啊，是有意思的啦。就是我那个意思就是。就是被抽掉了，就是国海华国教育抽掉我们不知道的台湾的历史。然后那时候我姐就跟我说过，我说她没有办法好好的去，就是她没有办法这样随时随地想要听我的歌，因为她觉得因为我的歌，她连我自己都会被我的歌影响那种情绪。对，我觉得歌曲它是会照着，因为每个人他今天想要做什么事，想要听什么歌，他就是随着你自己的，对，或想你想要吃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不是随时随地说我今天想要听白色恐怖。就可以直接听白色恐怖，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做一首比较符合我现在的日常在做的。
阿里手摕着七个月的孝单，我面对大楼一栋一栋渐渐吹不天际线，我面对你伫对面讲的每一句话，真情也爱经过头壳上脑筋。现实依然心酸，初中早就等着二十当真，无钱无才，恁下人必去接钱庄。迄张世界地图早就收起来啊，放伫桶室内，过月二十当后拍算。搁有偌济二十冬，我心偌济梦，新冠青春怀念，想甲做会拢无共。社会一步一步踏伫进步上，环境甲人情味煞皆往回头路。经过路口面搭啊，收起来啊。经过长华路，路人看着一堆沙石啊。经过海边，也煞渐渐无沙。经过二十冬的变化，我想起你啦，二十冬。是因为我带我妈回她的老家，可是因为她就是卖掉她的老家，卖掉了，在那个永安乡，看到那个变迁，对对对对，永安高雄永安乡就在鹿竹旁边而已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就去那边，然后我们就去，我小时候还有印象的清水祖师庙前面，我就在那边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边真的跟我印象里面真的是差超级多的，就是你旁边的长华楼那些，对对，你就觉得这也不过才几年而已。可能十年对来说很短，可是你就觉得世界那种你的生活周遭风景变化是非常大的。对对对，我20年之后会重置。对对对，我想用吉他的和弦去弹20年这首歌。20年再重置这一首歌。对，重置这首歌，可能它一些编排会换掉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做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的唱法太硬了。对，我觉得没有办法，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感动我自己。他是支持的，对对对对，我也有跟他说过，你不要干涉，就是对我说就是支持的，对。然后他也会陪我去，像318，他就有跟我一起上去台北这样。没有，不要干涉，那是一个剪掉，不要，那是音乐上啊。我觉得我今天我想要写歌，你就不要干涉我这样。对，对我来说就是支持的。在你的时间被切割很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我时间规划的非常厉害。上班。对对对对，而且我跟我老婆有一个达成一个协议，就是135/24/6日，135就是我自己的时间，然后我门禁就是1点，因为我隔天7点要上班。只要我在创作，我一定会去景仔角看日落。哦，对对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解除你一个礼拜，至少应该一个礼拜啦，对，至少有2-3天的那些压力。感性哎，对，超感性。虽然是对，我就去那边，然后听歌，然后抽一两根烟。然后看着这李桃乐刷一个人，一个人，一个人。我很喜欢加一些就是刚学到的一些台语在里面，像烫熟这种东西，烫熟，烫熟，烫熟，对对对，或者是一些什么拉叶啦，什么酒笛啊这种东西，我都会把它加进去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他也是在教一些在听饶舌的人，哎，学到一些新的。他们会记住，就我跟那个周老师，周定邦周老师在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因为我们刚好在吃饭，对，然后就跟他说，哎、欸，这哪有信，哪有信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三叔，他说那个三叔的那种形状很像老鹰的翅膀。嗯，泰语叫这样子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叫哪有信。对，我说你知道彩虹的台语叫？对，他其实彩虹的台语非常的简单，可是也非常特别，一个字而已，叫做 Kim。Kim， 对对对对。我不知道，那个 king， 对，那个圆形，对，那个框，那个 king， 对对对，然后宝丽龙叫做侧，那这个知道，对对对 ，king， 我觉得哇，干好特别，我干剪掉，我觉得哇，好特别，就从我家开始走，就绕到府前，我家在花园夜市那边，古镇咯，啊，就行行，拢行行啊，得看弯就弯，然后看便利商店就买一罐啤酒。然后再走出来到看完就完了，对对对，然后就开始搜，然后再回去听，丢丢丢丢丢。阿秋，像我就去给最想介绍就是平交道，那时候我中间有一个说苦干家，我们打我们清高，因为对在清江地方，因为有很多的平交道都已经是地下化跟高架化，所以它已经没有那种噔噔噔噔，这个可能在巷弄里面才会有。然后酒迪亚就是夜莺嘛，就是大家在都市跟在乡下，乡下反而比较大声。那个他会救我一起合作那个印地摇滚的
是业配一下，印地摇滚的那个光头老师，对，他那时候就是我跟他有聊天，然后他知道我要做台南这个主题，他就弹了一个和弦给我听，然后我就是他弹完之后就录在手机里面给我听，这样我就在那边听，而且我在听的时候我刚好在走在路上，我在收音，我觉得重。我看这礼拜，哎，阿姨，你刚刚什么声音会当代表台南的声？笑声。笑声。嗯。你敢讲台语？笑声。哦，你刚刚台南的笑声是？台南站到啊，清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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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新光路顶的阿无聊啊，嘻嘻哈哈嘻嘻哈哈，逐天暗暝的石鸡啊，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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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新美街的兴旺爷，乒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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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很喜欢跟人家聊天，因为聊天就是促进灵感的来源嘛。对，就从那边吸收一些知识。阿亮的聊天配几罐啤酒，然后就在那边聊台南这块土地，聊聊就是因为那时候阿达那时候我就看阿达专访，他说今天要推广台湾，你除了跟大家说我是台湾的以外，你还有什么可以拿给人家的？对对对对。然后我就想到说，我今天是一个台南人。我们可以告诉人家哦，台南的小吃很好吃哦，台南古迹很棒，对吗？可是台南的声音，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这样？对，我们就开始去找台南的声音。对，哎呀，我找家固啊，台南的声。对，你刚刚就是我除了问大家，就是大家都会说哦，台南的声就是比较灰嘛，对吧？海浪，因为台南市区离海边很近。哦，很喜欢那个切尔西啊，超级特别的。我就算我问到大基，他们还是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最满意的答案。问到阿姨这，我就之后就没有问别人，我就用这个。哎呀，我简单来讲好啊，就是你今天骑车骑在路上，然后你看到一些选举的标语，然后很大这样，你会觉得他们就想要获得我们对他们的那些，对，我觉得就是，我觉得他们就在过度利用我们对他们的支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不管是国民党、民进党都一样，对对对，或是现在就是坐上位置就扭曲的思维的那些政治家，对，都是这样子。哎，我尴尬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对于当初民两初选，我是一个都不喜欢的。我觉得要有实质的作为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像讲的一些很夸大的，像林以轰这种角色，对啊，讲这种很夸大，你很喜欢啦。没有，我都会跟他们说不要傻了啦，不要傻了，你想要一直看电音趴吗？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应该要像，因为我之前就有听说许教授，哎，伊就是迄个星期不分区的台联立委席次。第三席，然后他完成他自己的政见之后，他就让给第四席次。对对，这是我觉得尊重啊，我尊重这这份。对对对，我感觉伊应该会当为我，就是为着伊所提出的政见，是有法度去达成的。访谈到后边，我问阿基，敢有机会为台湾阿信许宗信写一首台南的歌？我无想要太政治化，希望阿基会当借此表达伊对台南的爱。伊收一个讲好，觉得压力很大，因为董博的台湾阿信实在写了就好诶，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发想。我讲不要紧，只要投票前一天写好就好，就让咱来慢慢期待这首新歌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我是长阿能，拜拜。